现在跟当时他们说的很端着的那个有差别了吗？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是比较扭捏的，因为你知道那个18岁出道那时候不是叉冰吗？然后又主持很多节目，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属于很用力型的，就是那种初生之犊不畏虎，就什么事情啊好啊啊，表情都很夸张，每一天都是处于这种状态。后来呢，就是开始觉得说，难道只是那样吗？但是当我就发觉说我不是只是那样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样了。嗯，所以我就整个就往后退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是比较纠结的，我想说我要自己理一理一理。然后过了几年之后，我觉得现在开始慢慢就是比较舒服的状态。所以你说你找不到自己那段时间多长？2-3年哦。现在找到了。现在找到了，我就发觉原来我真的是个男的。好吧，我就知道你。我不自己讲，你等下就要讲了，对不对？其实那时候拍那照还是有蛮露，有背后裸，然后胸蛮低。然后他那时候就说他想要漂亮，他说他想要找漂亮的这件事。然后我想说啊，好啊，我最喜欢挑战那个大家认为好像你身上没有的特质。你现在说话也讲得出来？什么叫你身上没有的特质？就是大家还没有发现。我一直都很漂亮。讲到阿衍去访问每一个人，不会有人用漂亮形容你。顶多是说哦，叉冰进行曲，我就说我人生就是误在宪哥还有你们两个人手上。你到现在你知道我真的很多人称赞你漂亮吗？哈，很多人称赞你漂亮，就是看到我本人的时候都说，哎，你本人真的还好啊，就是不是一般观众就会说你比电视上漂亮很多，那就是观众的礼貌的话吗？还是因为你可以体会有女生是这样长大的吗？就是没有人看她说漂亮，可是我小的时候就很漂亮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小的时候。我是很自卑内心的，因为我长太高了。嗯，对，我很从小就驼背。我记得我小学毕业，我爸妈拿那我运动照去，就哎，那叫什么运动会？不是大家都排那升旗队伍吗？然后那时候我是班长，我就站第一个。然后说那个我爸妈给我姐姐看，他说哎，欣慧在哪里啊？因为看不到，因为我站第一个，然后其他小朋友到我胸部这边，所以我从小就是很自卑，就觉得我跟大家不一样。所以是拍到其他小朋友的脸，然后只拍到你这边吗？是，不是没有，就是一个远的远，就是一个比较远的镜头，比较远的照片，然后就看不到我，因为大家都会注意那群小朋友好可爱哦。可是我其实就在，大家以为你是老师，对，就以为我是老师。所以阿雅有跟你抱怨过没有人称赞她漂亮的事吗？没有，可是其实我常听，真的常听到她周围的男性都是很折服于她的美丽。像是她老公会给你的钱收到吗？真的吗？因为我看过她老公看她的眼神，真的是那种就是被迷昏的那种眼神。哎，我周围真的一些男生也是，知道我叫做阿雅，他们还很开心哎，真的。对，而且他都觉得，哎，如果跟这样的女，我有问过，说跟这样的女生跟很漂亮，比如说像白欣慧这种女生跟的，他们就说，那就是跟两个很漂亮女生之间要做什么样的选择？对他们就说，他们会讲啊，白欣慧就啊交往玩一玩这样，很漂亮，很有面子。可是他们会觉得说，跟阿雅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快乐，会必须娶她。对，因为大家喜欢阿雅，会觉得她可能个性是好相处的，或者她会做家事，但是可能跟她在一起会后悔，是没想到她每一天都佛光返照。对，那你会不会做家事啊？佛光返照很好啊。那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就做得很细。你老公看你的眼神是把你当成同袍的那种心情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些男生会很爱他旁边的男生，因为他们出身，他们一起去打仗，对。他真的觉得我蛮漂亮的啊。然后他觉得我跟西弟的话，就我长得比较漂亮。哎呀，你今天不用唱你的歌了，除非你把这句话收回。丈夫可以称赞自己太太，不然日子不好过啊。夏荷西跟阿雅是因为演戏拍戏认识的。他说夏荷西在那个出戏里面是男四，可是常坐在他旁边拍照，大家都以为他是男一。这种话可以讲吗？很伤人啊。对啊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男四，而且不是他私下跟我讲，是印在我们剧本里。写出来。没有，就那时候我们也是夏荷西有，你们戏有算这么细到男四啊？就是因为算到二就可以了吧？有啦，有一二三四。你收到脚本上面会写说男四的脚本吗？有，就是第四条线的。陈汉典，我还演过男八的故事线的，对，那也要算啦，就写配角就好啦，就是可能因为角色比较多了，对，就故事的那个线，他们会分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，所以不是排第四的男生，是表示是第四条线的男主角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对对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哦，所以那时候你看第一眼看到阿雅是什么感觉？好庄重，没有漂亮吗？有，庄严，因为他那时候头发比较长，我觉得比较漂亮，绑马尾，对对，那时候绑马尾。
然后你有抢着坐他旁边拍照。后来跟雅姐比较好，因为就是会聊一些有的没的事情这样，然后他也很愿意跟我们聊天，所以就跟他比较好这样。而且我们拍戏常笑场哎。对，我拍，因为他后来我是演，他是我大嫂，他演我大嫂，然后他嫁到我们家来，然后真的跟他很好的那个时候是在拍结婚的戏的时候。我发现他就是全场的人发现他没穿安全裤，因为我是演他的小舅子，我要帮他拉那个婚纱的裙摆，结果不小心拉得太高，现场的人全部看到他内裤，就是。所以我因此变得跟你很好。对，所以就因为。我觉得现在你让我当众大家看到我的内裤，我好开心啊！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，然后才开始变很好。拍完那场戏，他有约去收精吗？我不是故意的啦，我只是觉得他会踩到，所以我提比较高。不是因为你知道他那个戏来他很认真，他还要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习俗要过火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踩瓦片，所以我就是真的要过一团火那样子。可是婚纱拉多高啊？也不可能太高。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很高，因为我就是想说会踩到，所以我就拉在胸前这样，结果后面摄影师一拍就拍到他的内裤，就全场就傻眼，然后他就殴打我这样，然后所以之后才开始变得很熟这样。你跟白欣慧没有道理变朋友啊？你们有合作过吗？有啊，我们一起主持，还有 Ruby， 几个女生一起主持的节目。对。然后你是不是很喜欢开导她？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好朋友的垃圾桶吧。愿意听。对。阿雅有没有跟你讲说算了就放下吧？啊，放下什么？就是汉喜欢讲这一类的话啊，缘分啊什么这一类的。过去吧。哦，常常听到他讲缘分两个字是真的。你有想要掐住他喉头吗？不会啦，就有时候就是，我其实最喜欢看到他的开关，就是每次 always 很认真，超认真的，然后突然会有一秒就突然就是。就看到红豆那刹那，他会突然这样子一下下，他都很正面的，对，我是属于爆冲型的。对，你干嘛一直这么正面了？拜托，被你们俩还有宪哥这样子整这么多年，我如果不正面，我活得下去吗？我跟你还是说，你的负面是只有你老公看得见。我觉得我还好哎，我现在真的比较很少有负面的时候。如果有的时候心情不好，也就可能哭一下也就没事啊。出专辑叫女汉子，她心里一定有挣扎吧？她就是不想当汉子啊，就是叫她出女汉子。所以才硬加一个女啊，不然就出汉子。哎，但是女汉子现在，他们就说网络上有统计，就是现在女汉子不是说一定要很 man。是，如果你有三个，扛得起很多事情，扛得起很多事情。然后还有，如果你对那种三 C 很了解，那也是女汉子的表现。三 C 很了解算吗？算。还有任何本来设定为男生才懂的事情，女生懂了就叫女汉子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可以穿高跟鞋做很多事情，那样也是女汉子的一个表现。嗯嗯。所以你没有抗拒这个名字？没有啊。所以公司一开始有说就叫汉子吗？硬汉子。又为什么叫红高粱算了，可是你有想要穿得很性感的当女汉子吗？没有哎，我现在开始到了这个年纪之后，其实性感是不是那种要露才叫性感？你刚开始讲大道理喽。性感不是要露，那是要他要怎么性感？所以你今天有性感的元素在身上。我觉得我今天从一开始出现在荧幕前，就一直无时无刻不散发着性感。哪有？比如说我的喉结，还有快要长出来那个青青的胡子。陈升华在帮他做这次专辑造型的时候，有想要照顾性感这？没有。其实我很害怕说他要我再做像以前那种很卡通很什么的，然后我也觉得如果还要再做那种，你知道唱片有时候唱情歌可能要风吹柔柔的，我也很害怕。所以我一听到那女汉子，我就好高兴啊，就觉得这个介于中间这部分，那的确现在你可能看不到她有那个女人味的时候，但她抱小孩来的时候那一刻，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弄头发，她抱小孩进来的时候，陈华真的喜欢对她放冷箭，对，我说即使你现在看不到她性感的时候。跟那时候，我的确在看他抱小孩来的时候，就好高兴的就这样，然后大家只要拥上去，然后他就会突然说：“哎，没有洗手的，大家不要碰啊！”这样，我心想说：“那正好，因为我很不喜欢小孩子，所以我就没有逃过一劫。”跟那时候你会发现说：“哎，那个好女生，她的婴儿，她的婴儿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她婴儿脸超立体，对，可爱的，超可爱，是像她老公。”没有，如果红内失火了，警察打我。